Hello， 这里是彭子，今天是5月14日，为大家带来华强北真实的拿货行情。先来看到这个是14 Pro Max 美版无锁的小花机，这个主要是边框有使用痕迹，以及镜头那里有点掉色，但是屏幕跟其他方面都是比较亮的，且电池效率也有90多，这个已经开好双卡了。除了拆机改卡之外，跟国行是一模一样，也是支持双卡双待的，没有其他区别。这54张拿货，我们也是加2张到客户手上。再来看到这些是 S1 二代无锁的，这种机器现在已经来到底价了， A13 的性能也是完全够用。建议如果喜欢小屏的话，它是非常适合的。几个已经被定了，但是平常都会有这种货，且这些大部分都是好系统，电池也比较高。54可能要的人少一点，如果你对内存需求不高的话，64台式型的7张都可以出。128可能也是比较多人的选择。看到帮老粉挑的14 Pro 256GB 的，这也是美版的机器，已经开好卡槽了。挑的都是电池比较高的，100充电2位数，用卡槽都是自己亲自去找合适的师傅去处理的。那成色比较好，电池比较高的，目前拿货在47张。如果电池80-90的那种，45张也能拿到。除去开卡的费用，加上咱们的一个代拆费，也是加2张多而已，到各位手中。然后再去档口挑了一个13 Pro Max， 这是美版无锁 256GB 内存的。我跟国行的差别就是单卡双卡的区别，其他是一模一样的。当然这个边框是有点磕碰磨损的，最近比较缺货，这个41张拿的，对比量的省下2张。